大家好，我是三金油。今天呢，继续给大家看一出山西农村清代的老院子。这处院落呢，也是荒废掉了。很多朋友私信给我，说你拍的那些院子到底是不是古建呢？今天呢，正好这个街门上有一幅匾额，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光五年六月。这家也待得多口了，也是个大户人家。我这被第一间屋了，是吧？嗯。那咱们这户也是个原先过去的财主院吧？这个啊。他以为他一直有钱，没起人也给他修不起，修不起哈，保存的好了，你看，不好了，太脏了。你家也有这老院子吗？我家老院子有，我是那个砖窑洞，砖窑洞啊，道光五年的院子，将近200年了。院子里头也都是长满了草。酸满的铁花。刚才看到那边的三墙已经坍塌了，我们看看能不能进去，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处清代的老宅院。看到东厢房这边应该是后盖的房子，西厢房还是原生态的。门口这一对石狮子啊，看的保存的还不错，还是相当的完整。像这么完整的石狮子啊，很少能见到了。门楼上的仿木制钻雕斗拱，还有垂花柱。这个是倒座房，三眼窑洞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